敢相信它不仅可以除烟还能净烟，像平时做饭的油烟啊是能看到的，但像油烟中的 PM2.5 这种细颗粒物肉眼超标，人长期待在这种环境中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，皮肤也会受到一定损伤。好在米家智能净烟机 S2 在做饭时能通过米家创新的净烟技术，在锅口形成低压气旋捕捉油烟 PM2.5， 再利用每秒12米的高分速进行高速排烟，同时顶部气帘和左右扰流板阻止了油烟的扩散，净化 PM2.5， 让厨房烹饪环境一直保持在新国标数值，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净烟效果用数据说话。在手机上还能设置 PM2.5 安全值，实时监测房间内的 PM2.5， 当 PM2.5 超标，净烟机能马上联动开启，家里从此多了一位保安，这对老人也很友好啊。再配合它无油网免拆洗的结构，能让我们更舒心的使用净烟机，当然颜值更是没得说了，白色的净烟机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的感觉，同时也非常百搭，使用时间久了也不用担心它发黄颜值下线，搭配的双眼灶台可以支持长达三小时的定时，这回再也不怕忘关火干烧了。其次，打开灶台的同时啊，净烟机也会同步开启，避免老人不会用不舍得用，弄得厨房到处烟雾缭绕油腻腻。这高颜值又智能性能还强悍的净烟机，再搭配5200瓦火力的灶台啊，这样的智能体验啊才是智能家居需要的东西。